各位久等了。那我们今天来玩的游戏呢，叫做《虚幻小镇的蔷薇》。那这款游戏它是《物语太阳之王》的作者他所做的作品。那上一次玩这个已经好几年前哦。对啊，因为那个故事其实还不错，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玩看看《物语太阳之王》，它故事其实蛮虐的，我个人是蛮爱的啊。哥哥，注意，建议12岁以上游玩，游戏中还有轻微暴力。先麦 ，OK， 好听啊 ，OK，OK，OK。由仙女勾勾协力翻译。小薇，只有这件事，你绝对不要忘记啊！什么事？哦，没有，吓死我了！必须快点到奶奶家，要小心别搭错公车。蔷薇好可爱哦，嘿嘿嘿。你看，下一步目标将随着游戏进度显示于左上角哦，左上角，眼右上角大型物体显示存档，再次点选可以收起来。调查靠近可调查场所时会出现显示对话框，人物则不会显示。若做出特定行为，会解锁某项游戏成就。因为是和游戏进度与结局没有关联的隐藏要素，有实验室的达成。请尝试调查地图上的店铺、贩卖机，按下调查目标前往。好的，主要是以滑鼠进行啊，靠腰，我用摇杆嘞。好好好。大妈，安安晚上好哦。这个游戏非常感人，快觉得很凄惨了，真的假的？赞哦。好，我准备好了，用键盘按 Shift 操作。长按滑鼠的键盘键可以加快特定事件以外的对数。OK， 叮叮叮叮，前往。玩游戏玩太入迷，好像没有注意到我。God， 大型连锁汉堡店，薯条又细又脆，很好吃。汉堡已经吃腻了。他这边有没有办法叫？哦，没有办法。如果要存档，我就一样只能靠这个就对了。OK。所以说，我真的看到啦，又在说地藏王鬼魂的事吗？已经是老掉牙的故事，早就听腻了。就说不是地藏王，是道主神。这附近最近哦，会时常发生事故，就是受到道主神的诅咒啊。我家信代也是这么说的哦。谁啊？哎呦，遥看成长人家会滑鼠，对啊。信代是谁啦？被车撞怎样？我不知道，我等一下来试看看啊。我家老妈。笨蛋，老人家才会相信那种话啦。哦，我就说是真的了齁。那个不好意思。啊，什么事？好可爱，是混血儿吗？那个可以绕过一下吗？啊啊啊，抱歉抱歉，我马上把路让开。果然可爱永远都是正义。呵呵。好，来，我们来。去给车撞一下，不行啊，不给出去。可恶，他们一定早就知道我会做这么做了。道主神到底什么？那种会出现在乡下路边，像小人像一样的东西，也是神明的一种。又没去过乡下，该死的都市小孩，不是？之前这条路上本来也有一尊，因为被挪掉，所以道主神大发雷霆，才会发那么多信故。这是我家信代，为什么要叫你老妈信代？现在是信代说的就别提了，比起那个昨天 Nico Nico 动画的 Nico 焦点直播看了吗？好可惜啊，啊我忘记了啊。可是哦，对吼，我没有截取滑鼠画面啊，应该还好啦。什么事啊？没事没事，不好意思。什么事？哦，他有叫声呢。可我还有好想让他出去被抓，不是？还有好想出去看他，如果碰到车怎么样、啊？多肉炸鸡很受欢迎，虽然很想吃多肉炸鸡，但会错过公车吧？错过而已，不算什么。有没有多肉多肉的草莓果汁呢？不会有这种东西，没有多肉多肉的草莓果汁这样。前阵子看到班上的同学对着贩卖机下探头探脑的在找什么东西，钱吧。是在找有没有钱掉在下面吗？不可能，在外面怎么可能会做那么不整体统的事呢？你找看看啦、啊，不给找，
可恶，而且还不给人进暗巷哎！我想让他出去看看了。二手书店，站着看书的话，时间不知不觉就会过去了，还是别看比较好。嗯，某方面说还蛮有道理，味道真的很臭，好臭，真是的，为什么放在这里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又不是我放的，奇怪呢。冰。复古味的咖啡厅，不喜欢咖啡。大人为什么可以若无其事的喝下这么苦的东西？所以才会有加糖的咖啡跟拿铁咖啡啊，还有加牛奶的啊，不是啊？啊，这边好像没什么其他东西。啊，不是说叫我要去多看看吗？今天就不要看，公车说不定快来了。你在这边混也没有吧？为什么喜欢咖啡跟芥末吗？啊，没什么东西耶，下次再吃吧。感觉他是个贪吃鬼，他好高级的感觉哦。里面挤满高中生进不去，哪里好喝哦？那些车会变透明消失，但是代表说他已经离开了。他这应该是只开离开的意思哦。唉，咖啡好喝吗？我个人是蛮不喜欢喝咖啡的。早饭。爸爸，哎，为什么不理我？好奇心旺盛，成就达成，是啦。要在这里搭车，公车等会儿就会来了吧？准备搭往到那个异世界了，哼，里世界有没有？好困，车怎么不快点来呢？哎，你看那孩子。好可爱哦！是在扮演什么卡通的角色吗？那我胸部立点 JPG 傻笑，外国人混血儿吧？很少看到奶油色的头发呢。嗯，啊，眼睛是蓝色的，真好！我也想要一出生就有那样的样貌，不用染发，也不用戴变色片呢。对呀，对呀，真羡慕，羡慕你个鬼啊！你们头发颜色不也是不一样吗？刚会消诶、欸，啊，糟了，2点要在汉堡店集合才行，快走，冲啊！羡慕，我才羡慕你们呢，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羡慕来羡慕去？也不懂。其实我刚把那个肥仔打那个兄弟点 JPG，我看成兄贵点 JPG。还有念出来是正确的，不然就很糗。染了哦，有可能啊。可是不同颜色真的有比较好吗？我觉得没有啊。公车，什么时候上车的？在终点再下车就好，再睡一下。凶贵点 JPG，听起来就很可怕。啊，我们该不要前往 Mogego Castle 吧？没有吧？到了吗？欢迎来到 Mogego。它是变破烂了，还有血迹耶。为什么会是这么老旧的车？我搭到别台车了吗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那个不是老旧的问题吧？你要不要先看一下？你要不要先看一下？它那个还有血迹呢。这边哦，这边有可以调查的吗？司机也不在，真是太奇怪了。这边还没有什么其他可以调查，没有。它是有调查就会显示嘛？打不开。可是也没东西啊。司机，出来哦。哦，这有路哦，那什么，你很有趣吗？觉得其他颜色的头发眼睛好看哦，可是我觉得黑色的就不错啦，还蛮纯粹的那一种黑的话，OK 啊。这什么？找不到，找不到啊！不见了，不见了，重要的东西。你现在干嘛？
找不到，找不到，好像不会攻击我。等一下打你就知道。他每次讲这句话，下一秒都被打了。那个，你弄丢什么东西了吗？找不到，找不到，在公车里弄丢什么东西了吗？不见了，不见了，重要的东西。蔷薇是你爱的鞋子，我喜欢黑长直，我也差不多吧。在这里弄丢了，找到的话就请你让我过去哦。你也太理所当然了吧？公车很小，应该很快就能找到了。等一下，成长在这，我一直下意识要按那个摇杆，然后驾驶座周围没找到，会下意识要按离开键，然后存档。椅子呢？没找到，那能正常行驶吗？嗯？座椅间夹着什么？超商袋子里放着热食，真是的，为什么夹在这种地方？不好好扔掉是不行的。原来是有强迫症的孩子，最后夹着热食，他有强迫症哦。嗯，夹着什么？钢笔。这就是那奇怪的人掉的东西，那怎么看都不像人吧？你有看过哪个人会在那边扭来扭去的吗？我是没看过啦。找不到，请问你掉的东西是这个吗？你掉的是这个黑钢笔还是铜钢笔呢？不好意思，你不诚实，所以你通通没有了，谢谢。重要的东西，谢谢你。这下怎样？哦，成佛啦！太方便了吧，这招消失了。我是不是做了好事呢？可是你怎么愁眉苦脸的？有时右上角蝴蝶会显示特效。显示蓝色蝴蝶代表故事进展往好的方向，红色蝴蝶则往向坏的方向。蝴蝶获得数量对结局影响匪浅啊！真的假的？哎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这样会害我想要看它变红色。啊，麻烦你给他麻烦，我们先走吧。嗯，这里是哪里？不是公车站，不该停在这种地方的。我也想看前结局，我尽力吧。先找找有没有大人，得快点问到回家的路。这也太奇怪，公车不应该那么破旧，应该更干净。我什么时候上车的呢？好问题耶，你什么时候上车的呢？你不是在那边睡觉睡一睡就上车了吗？老司机直接带你上车，不给你其他解释的机会。哦，这里倒是有个房子。通往黄泉的车，其他通往 McGregor Castle 吧。那个不好意思，我，没人在，为什么都一副愁眉苦脸的脸啊？人都不见了，没有人，灯明明亮着的。嗯，听到了水声。哎，学友安安，晚上好哦，好久不见。我没有，我反而不想去 Mogego Castle，因为你去 Mogego Castle 代表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要跟 Mogego 相遇。我不要报纸，我只看电视节目，不要，可以不要干这种奇怪的事吗？为什么看电视节目呀？那边都没有可以调查的哦，有专用布告栏。最近我们收到很多关于司机不修边幅的申诉。作为我们公司的职员，请彻底注意服务仪整洁。嗯，服务仪，对呢，得好好注意才行。为什么一直在愁眉苦脸呢、啊？可惜阿明长那么可爱，还那么愁眉苦脸。泡面跟便当盒子乱糟在水槽中，好讨厌泡面跟便当，明明就很赞。这些不懂欣赏的人，发给员工的奖励。一如既往，尾牙将在12月11日于花园居酒屋举行。因为是和3天后的公司开创纪念日一同举办，全体员工都务必参加，费用是1人1万元。每年都有职员拖到最后期限才缴交，今年起务必在期限前缴交费用。想被门给，
我只能说，你的爱好蛮独特的、啊，要喝酒之类的吧？好不好玩呢？哎、欸，他出现了愁眉苦脸以外的表情了。超商的便当虽然很好吃，但还是讨厌。汤哦，我们 Gecko 就是一群色色变态哦。靠靠靠，Anybody here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我好像搭错车了。搞什么啊？我到底……想请问回去的路？开什么玩笑？到底哪里臭？我到底……不好意思，请告诉我回去的路。吵死啊！有完没完？不管是哪个家伙，满嘴都在说我臭，我臭，我臭。你要打方向键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你要看那个，你要看那个聊天室。你打的那个应该是那在那个 YouTube 了，可是我这里显示的是上一个，那就只虚了。所以我才会特地来泡了个澡啊！开什么玩笑？可恶，可恶，把我都杀过一样，还是好臭，去不掉臭味啊！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个路。问路，问到路之后你干嘛？都到这地方，你以为你还能够去哪？我只是搭错了车，希望你能告诉我哪台公车能回到原站。肥仔的怒火，暗夜你好，晚上好。想要我告诉你的话，你要拿什么作为报答啊？不好意思啊，那个3年以上啊，最高时薪啊，不要冲动哦，3年以上最高时薪啊。你确定你想要他报答你吗？那不用说了，脱裤子吧。什么话都不用讲了，先把兔子给我脱了。既然有事情要拜托别人，相对来说应该准备些谢礼吧。我没有带钱，那就没办法，我在泡澡，忙得很。想拜托，对了，拿些芳香的东西给我吧。还是好臭，可恶啊！送自己给你，不要哦。好乱，好臭，不好好整理一下是不行。然后你就顺手帮他整理了，是不是？尤其是袜子，受不了。那个人说想要芳香的东西呢。虽然不是很了解男性的事，但跟我的感受会不会不太一样呢？肯定不是这个。总之先拿去吧。我先起见，你拿去试试看看。虽然还是觉得不是这一个袜子，怎么办？我想试看看，我想试看给他这一个。替换的。替换的，什么都是替换的啊。哦，写真杂志啊，讨厌，害羞什么？发什么？只是电话，打给爸爸，让他来接我就好啦。应该是接不通吧？那么好接通就好了。啊，爸爸，我谁在哭啊？怎么回事？突然有种不太好的感觉。芳香的东西，放文件跟文具，电源被切掉，我也想要有自己的电脑呢。开机的电脑显示信箱画面，看一下啊。这个是邮件的草稿吧，把它当做日记的使用。天才哎、欸！